粉丝提问，如果击杀一个人，枪的伤害就增加五点，会怎样？加入这个设定的话就有意思了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加入这项机制的三个后果。一，钢枪会变多。如果击杀一个人，枪的伤害增加五点，这样的话肯定是击杀的越多，到后期越有力，到时候钢枪会变得非常频繁，因为人人都想让自己的武器升级，增加伤害。见面就是钢，赢了升级，输了就下一把。二， LYB 巨大削弱。LYB 通常都不会和别人正面硬刚，都是猥琐发育，狗到决赛圈。在现在的版本还可以，反正没有任何影响。可如果加入击杀人增加枪伤害的设定，那他们到决赛圈就太弱了。人家都是击杀了好多人进决赛圈的，武器伤害都增加了几十点，可 LYB 们还是初始伤害，肯定是很难吃鸡的，绝对是削弱。三，大神吃鸡率大增。这样改，大神玩家做梦都笑醒了。击杀的越多，武器越厉害，武器越厉害更容易击杀人，而大神技术本来就很高，这个设定完全就是为了大神设计的，大神的吃鸡率绝对大增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下期见。